今天来到高雄的张一鼎个人国物店家，目前试营运，只要加入会员就送礼物券哦。店内整体空间干净明亮，摆设了许多复古小物，让店内空间多了些趣味。自助区有各式饮品可以选择，定位时也可以提早预约冰滴咖啡。店内有许多自制的特色香料，每种都带有不同风味。首先上菜的是熟食酸辣粉，酸辣的红油炒手，炒入味鸭血跟麻辣肉燥饭。海鲜种类多达六样，鲜美甘甜的北海道大干贝，菜盘的菜也很丰盛哦。新鲜制作的猪肉炒虾浆，吃起来有浓郁的虾味。原块牛肉现切的双酱牛肉片，稍微转一下变成粉嫩色就可以开吃，吃起来鲜甜可口，煮久一点也不影响它的口感。麻辣汤底是必点口味，怕辣的则是可以选择清爽不油腻的石头火锅汤底哦。忘了说，他们的甜甜圈是必点甜点，不管热的吃冷的吃都很酥脆可口哦。